应该有人爱食猪脚无？这间公司做这个猪脚真正成功啊！逐个买，逐个学了，我无甲伊好笑。内底拢猪脚块，甲伊加土豆，甲你做咸的，用我烧，你甲搅拌，真正有够香，够甜，够好食，搁会黏黏脆脆哦。好，来一包金盘鱼啊五，来，鱼啊五加鱼啊五偌济？唔免500，唔免400，这包猪脚你安那你都无在食甲咸着，真正用我烧就做好食啊！来，全部三个人计甲我买，两包。两包500，两包400，免三个加钱，新加新赢，200落，200块，主角200块落啊，来200块落，200块落，收起。大家，到底要吃啥？紧讲哦。毛豆无啊嘞，最后就一包嘞。你讲咩啊？130啊，130。好，130讲袂就讲。铁路猪排啊。铁路猪排啊，加起。铁路排骨啊。来，铁路排骨要吃300、500要哪？一只200我了好啊。好济啊！200块这上好吃啊，真正。200块。来，搁起来，一袋200，2袋、3袋、4袋，来5袋，最后一张够钱啊，6袋、7袋、200了。啊。一袋200，3袋、4袋，来5袋，来5袋，最后一箱货啊，搁有人买啊，200块。这真正好吃哦，这袋排骨人人买，人人学了哦。七袋够哩，七袋够哩。来200个，要吃铁路排骨无？拢有啊嘛，有就收啊。来，收起来。来个，恁想要吃啥物？恁要啥物物件？你讲来，咱好好讲。三只牛，五只牛，好起来。来，这三只牛肉，这牛肉够嫩的哦。你要煎要烘要炒，凊彩你哦。即摆全台进牛肉要求贵哦，我无甲伊好笑。一包做一个套餐400，要四样鱼加四样鱼，对。两个人客，三个人客，四个人客。一千面800面600面，先加钱先赢，开500就好啊。再搁送你，再搁送你，再搁你，再搁你，等下再搁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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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四个就好啊，500块就好，上面加三只牛肉500就好。一包牛肉卖100几块，你是买侪买啦？呾一包够你啦，500够你啦，四个够我买就好啊。一包六丁，其他另外啦，500块就好啦，500块啦，真正无爱好想报袂啦，三只牛肉啦，500就好。好食啊！最后一个500牛肉啦。最后一个500，上面来了无啊？收起。过来要吃啥？小龙汤包，人要吃无？五公肠旺皮，无阿错。五公肠旺好，吃啥物？我讲迄个老朋友好。应该要吃300鱼皮。好了，这样我会害羞。都无饲啊。谢谢，谢谢你的夸奖。这上面够人知？五根肠旺啊！这用我烧就好啊，大，这只口味真正赞尔，用我烧搅拌搅面啊，大肠拢甲伊卤过啦。一鼎我煮个鱼啊，白鱼啊，够啊，200-600块啊，200了，200块对吧？少些啊！200块尔，好食啊，真正袂甲呛的，这逐个买逐个好落啊，200了好啦，200块够有人要食无？五根肠旺啊！你讲平几钱？伊要搁平几钱？我袂食啊！我爱分几块啊？免啦，这做伙好啊。400-600呀，200够买来无？你讲白买三个？哈哈哈！我小阿你讲话，你讲发三个？啥物？飞机员，我飞机员是啊。来飞机员，这包我来讲睇下去。我路边啊。这包5斤哦。一斤105斤，75啊，少两个人加一人买一半啊，200就好啦。好两个啊。是大哦。好无？收啊。收啊。少一个啊。最后搁一个200好无？有啊。使啦，还搁卖一个200，搁一个好无？你也有诶无？拢嘛是下好卖，好一个。这段是雪的呀。我洗一下手，我清气性啊！哦，好，搁摕一个台号。来300-500，啥物事啊？200块就好啦。你甲我买200，我只慢慢卖啊，全部请你吃啊。200，我最后一个还无200，飞机房价拢无。200啥物事啊？200块。
谢小姐，两把送你吃。我今天吃青酱意大利面。哎，五根肠旺一定要煮饭哦。一百块啊！不煮饭太可惜了。你吃不了，你买一包，我无甲你强求。一百块了。谢小姐，一包送你啊。来吃啊！这个也好啊，这个也好啊。哪个买的什么？这个好啊。好，四位帮我买一下。飞机里面。萝卜糕上面吃，百五了啊，一百五。两包的清水糖，百五好了。萝卜糕够买起来无？百五。今天不好。别啦。啊，你迄个卫生纸是遐好个。叫人要食这无？这退冰来当吃啊，这免煮啊。500-400拢免啦，先加钱，先加300就好啊。400-500，两包给你好不好？300给你好不好？这包搁送你300，人要吃哦，400-500，300好了。你那是遐人啊，阿少。我袂过人家，我拢走去昆汀佚佗啊。不是讲客车，我袂过走去昆汀佚佗。客车，客车。哦，今日是啊，又变安尼啊，吃包费了。啊，你要吃啥？恁店某来卖好不好？你无买来上，我直接你，把一二二连嘛无效啊。我一包干贝啊。我来干贝啊，卖一包片。啊，你卖迄个是？这个了，卖个好个。这个啦。我一包这啊，哎好啦。哦，我一包了，一包。这个。先炸，这卖人，这卖六点。先炸。可能哦，这卖是几点啊？六点零。六点啦。十到嘛，你讲啊7-8点好啦，该大吨啊。没有。好啦，我来走啊。好了，谢谢你啊。那个人倒开不？我们都要多用啊啦。七八。感谢你啊。哪个来要吃什么？要怎么开来要吃？我要怎么吃一百多啊？两个。一百块怎么吃？我一头。一百块要来不？小姐，来个水果。一百块要来不？来个来买什么？我今日放去吃啥？我讲。走啊！你行行行，我今日搁变安尼啊！来，搁来买啥？三百块，你吃200块，人买来无？美女那边，哎。看买啥物搞讲？你有去买红薯啊？啊，我家龙虾细胞的那个。没有啊，三条七包耶啊！来，看要吃什么，跟我讲。虾球还有。虾球有够肥个。你买准备好吗？有啊。新竹有新竹的，台中也有台中的。怎么了？你还叫我比你更胖的料？音很像，文青妹子。七八了，下桥喝酒给他解了。堵3公里，总结日出去玩，现在都是在塞车。这真材实料，这种不叫黑暗的酒，这两个不好讲嘛，不要说。好，这哎，比如波酒一碗，哦，你看那边，如果这个波酒就比较好笑，那这不叫黑暗的酒了，个不好讲，你个。他们每天晚上都说做宵夜。那你有听点哦？他如果比体力的话，他应该是离超我。他没有输掉的。鲑鱼汤啊。我一档够可以啦，现我一档花200几百啊。对，我今我一档只能花200几百啊。好，两个。我一档够无？好。再装了。看看别手弄掉啊，长茧了。看嘞，看嘞，看嘞。今日你讲到到用就好啊。这个老板。十条我放。十条我放。你吃不了，4条、10条拢无紧啦，10条、5条、5条无紧啦。我情况不难。客人惊讶，马上露出惊讶的眼神。不要去怕的。
什么十条五百是怎样吗？来，阿哥没有什么。十条五百有什么吗？没有。那你们怎么都那么惊讶？哦，你们只要两条。对啊，我给他背了七条。这是沙发，这拢无起的。两条。这一叠沙发，两叠沙发，三叠沙发，七叠够，四叠沙发，这没有吃的。啊。沙发够要来无？这无起的。那个包要六本。对，老板没有收五倍券了，微微啊！给他真正避暑的。今天咱们清白小包。预算款消我几个月啊，还没满。哎，老板，人家拢过十七点。最后这四，哎，大哥，我这买一箱嘞。最后这四叠沙发要来无？来过来买啥物物件？一个面纸我袂看。啊？毛巾片卖了，怎看卖了？拢无啊，真正拢无。新加坡啊，我没空，我有带啊，没有了。我那边讲美式鸡柳条嘛。那个佛跳墙还可以啊。这佛跳墙一包三斤半，几包啦？这种海产，外口加一包红啊，七八百块，一个人家搞袂了啊，鱼也无了，两百五了啊。两百五，六百啊，六百。教练，我是讲你六百是保险，这鱼也无好要吃无？啥物高？你是讲一包好吃，别人包？这边了，这边了，现在这边了。无啦，你买过啊？这边了，你上大皮啊？你找一百五了无？这两百五的鱼也无，买百五。今天你看，我讲地主没赢了哟。那是你少的。